有香港市民在网上号召民众参与接力绝食行动，并在星期天晚上开始在金钟占领区设立市民绝食区，支持绝食学生。参加人士以接力方式每人绝食28小时。发起人王善儿表示，希望能通过让更多市民参与绝食，向港府施压，与学生重开对话。第一就首先系想去 support， 首先是想支持一群正在绝食的学生。当他们已经绝食了过百小时，我们市民都很有责任，要站出来，不是只让学生自己去承担。当然，我们也很认同他们的诉求，他们除了要求真普选之外，还要求政府出来跟他们对话。先别说需要有什么方案，但对话是最基本的。市民绝食行动将会每晚有2位或以上的参加者在金钟立法会门外绝食。目前有数十位市民参与行动。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。